大家好，这回咱玩点文玩的东西，我做了几个文玩的装口罩里的葫芦的，这个东西是长养撮的，这个东西是家家装在这里头搁个油葫芦纸篮子，完事之后呢，这个人的体温呢就36度啊，这个纸篮子这个东西就是叫那个东西，油葫芦也是36、37度是正好，35、36度。完了之后呢，它温度一平衡了，它就在这里叫了，在这一叫，这是玩这个东西。我不能说我们天津应该是顶级的，这个东西我们天津玩这玩太多了。但是呢，大伙玩的这东西都是这种东西，这叫奔长的，这个叫叉，这个叫口，这个叫蒙心儿。你看，这个你看，这就是原先我车的。你看这个东西吧，你看这。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概念，这个里头啊，你看这里啊，只要看着这里倒的底，这都是拿三合土倒的底，这边上都是马虎的，这就是这有个黄，完了之后它在里头，这家完了之后那里头，啊，那里头或者转过道里，它就上哪走，咔咔叫，看谁叫的好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吧，看吧，这个东西这样的，把它搁在这里头。他在里养着，哎，完了是捅进去，哎，一干就完了，都是这样，你看啊，这个呢，我应该来说，我原先好像在10来年前吧，反正没有10年也得有7、8年了。这是我原先在木马社发了个网站的时候，发了个帖子，做了这个有个那么5、6套吧，6、7套，基本叫我都送人了。这阵儿呢。这阵儿他不发现疫情，所以说学员也少。完事之后呢，又做几个，做几个。你看这个，我保证我这里头没有漆，没有硬化剂，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搁硬化剂呀，葫芦在里它就那个锅在里就不活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绝对是元宝浆，东西就是那么个东西。你看这个，这都是，我先做了呢，做了这三对儿。说真的啊，我后边一会儿有点过程，做这个东西真的不太容易。因为什么呢？原先我做这个东西，看到吧？这个东西是它厚，我这个做完现在最起码得烙0.8、0.9，它才厚。实际上要论轨道啊，这个东西它不轨道。原来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口的，咱这讲着玩吧，这个它薄。它薄呢，完了之后它出来东西它就浓音，木头呢它不牵扯颤，它出来的音儿就不太好听。但是在这种东西，现在我这回做这个，看了看见口里头，有点拉大它啊，你看这口里头，这里头我估计现在也就是5、6个，有的薄的一点，估计有4个，也许4个多点。这个里头的这个空间是肯定足够使用的了。反正这个东西说真的。你看，手工做的，它有的地方，你看，反正应该还行。咱打一个蜡，这个东西说真的啊，如果要是自己玩，真的连蜡都不碰。这个东西是手盘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打磨必须得到位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揣在怀里的，它贴着肉，所以说温度要一定。实际上，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木头的，就是这种木头的，应该要比葫芦保温。但是呢，你现在收藏这玩意儿的啊，我们天津有的人啊，咱不能说大家就平常常玩这玩意儿的，稍微够点级别的，这个葫芦在手里一100来个的有的是。这个口，有紫檀的，这上有牙的，咱就现在不能玩牙了，都说塑料了。就说这个东西，好的东西应该老值钱了，不是我宣扬我把这东西做完了要多值钱，要为了把它卖了。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，反正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是挺好的。再打一个蜡，打一个蜡呢，其实打蜡也不要紧，就是你自己啊慢慢玩啊，出这个包浆它就舒服了。你看这个东西啊，我保证我这木头没有色，没有色啊，就说事先压着色在里头了，那是不干那个事儿，看吧。这个东西啊，事先把它燎热乎点。这个玩意儿，它不能死白咧的，为嘛呢？这个东西太薄，我后头过程这都是自烤的，
但是你要失败了一聊啊，它就容易开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稍微见热就得，你要失败了的可不行。这就都是蜂蜡，这就是蜜蜂那个蜡。这个东西你要如果搁在别的那就要命了。所以说玩的玩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东西嘛也没有，看到吗？你看看，看到吗？这种不能太热，太热我怕给燎炸了。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太薄啊，它不跟家具似的。你家具你看，家具没事儿，这个东西不行。这些东西差不多就得，你别别失败裂的。这些东西就这样，擦它一遍，再打一遍。它这个蜡要打不透啊，它是粘的。你猫着它黏糊，你看一撩它亮了的地方全有蜡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盘子温玩的东西，你看这就差不多，这已经勾着太热了。这不行。咱就我以后再慢慢打吧。这个东西这样呢，这个东西还得说再磨一点这种蜡，它就显得油乎了，它这个蜡就算你吃了。这种蜡弄完之后它不发干，那个蜡你得盘出来，你看吗？你这再把它擦出来，它就油乎了。你看看啊，你看看这东西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应该还行，别都打了。这因为什么呢？我就慢慢的来。这个说真的，看这料嘛，就是影子，你看看。这个和这个是一对儿啊。这个我这撒的蒙水不有点高，这俩一对儿，这俩一对儿，这几个还没打磨到位，等打磨到位了就行了。是这才是真正出的宝浆，看吧。就说了，其实我在家没事儿，我也玩玩它，但是说真的，养活物这种东西我还真不行。原来什么呢？这些年忙忙乎乎的，在家一帮徒弟。说真的，我很少养这玩意儿，但是我耐玩儿，就是耐做这个玩儿。你看，说真的，这个东西，你看手上葫芦的，说真的，好像它还真不准有。我拍完视频，你们搜，在网搜看看有没有几个人做这个。这个东西，咱所说别说，这一个就得和我最少也得个十天八天。你算一点一点把它搓出来。你比如说，你要有个五周，你五周也不行。你就拿我有五周的脚盔，你看这都是这样的磨出来的圆，这个地方能拿手边锯没问题。你这地方都是慢圆，你想想你掐哪哈啊，你看了吗？这我看这个是高的，你看他这俩你要拿卡尺卡它要一样，那我就算不做木匠活了，保证不一样，粗细啊它肯定是不是一对的，因为手工做你达不到这种程度啊。好，反正咱先算好了，这个东西我不想卖，我根本就不想卖。我自己这个东西实际上抛了这些个就是我收的，剩下这几个说真的这都老马抱孩子，这都是人家的。我打做完开始，我这些年欠的账
我现在才开始还，呵呵，真的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